到底这是你们谁弄乱的啊？一天你们两个怎么回事？爸爸这么忙，你们帮不上忙就算了，还捣乱。如果骄傲没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，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？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，千钧一发，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？把眼泪装在心上，会开出勇敢的花，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。